查怪物来了。老实说，我是哥伦比亚，我没聊的国语听不懂，装的风景有蹦蹦蹦蹦蹦蹦，再绕了个路音学怪不信任的陆地球，要你疯要你走蹦蹦蹦蹦蹦蹦，啦啦啦啦啦啦蹦蹦蹦蹦蹦蹦。今天没有保姆车坐了，只有大巴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，哎呦，怎么好意思啊？还是高级的，高级的。哎、欸，上面写 VIP 明星保姆车。哇，明星。我们一定要及时行乐，能享受就享受。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好珍贵的待遇。大哥早，早安。各位朋友系安全带哦，放心了。大哥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他现在被教育，他们都被教育得很好。真的哎，这边我觉得应该是往亲近，我也是这样猜。不然你为什么要带靴子？他说要下水。亲近可以干嘛？亲近可以剃羊毛、啊，剃羊毛，剃羊的毛。合欢山还没去过，是真的。合欢山要从台中去哦？对啊，一样从南投那边上山。我们穿这样去合欢山下得来吗？应该会冷死。哇，每次都这样，好期待哦。你讲话很不真诚哎、欸，怎么都？你可以发自真心啊！然后都没有灵魂。对啊，没有灵魂哎、欸。真的是南投哎，南投埔里做鲟龙鱼料理。我们做过鲟龙鱼了，好吃吗？蛮好吃的。埔里酒厂，埔里酒厂、oh~、啊，总算有酒了。那我会很开心哎、欸。当然。你一定要抓住我。我会跟你一起。好。我们要下去了、欸。我们其实我们每个礼拜这样，每个月两次露营都很像在环岛哎。我比较喜欢这样子，可以出来走走，不会困在同一个地方。我们要去日月潭吗？你问他，你觉得他会理你吗？而且你在装可爱吗？你在装可爱揍你哦。他要用小孩子问方位。我们要去哪？我要打你！我揍你哦！就是茭白笋啊，埔里名产。茭白笋，我们来了。这个是茭白笋哦。对，是不是很像稻米？真的，因为它叫 water rice， 哦，水里面的米，因为它跟那个稻米是同一颗的。我以为我们会下海耶。哇，这个是茭白笋本人。你有摘过这个吗，浩子哥？你有摘过？当然有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茭白笋，我以为茭白笋长在树上哎。茭白笋长在树上？茭白笋，我以为它长在就是干干的、干干的地方。它跟稻米是同一颗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同颗，所以难怪茭白笋出来都很干净。各位嘉宾，大家好！哇，你看它从水面浮出来哎！哦，你在挂茭白笋哦？哎，挂茭白笋。哦，反正哈，这是南投县埔里镇，台湾的中心点。是，啊，阮家叫竹阿山。竹阿山。什么竹阿山？不是竹。竹仔山。竹仔山。珠宝的珠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你是第一啦！啊，我们你是。茭白笋的小开是不是？不是啦，茭白笋大师是最佳主角。我们主要我们有做那个最佳主角是男主角的意思哦、喔。那卖猪脚吗？不是卖猪脚，我们是茭白笋，所以我们商标哦取做最佳主角。最佳主角，最佳主角，主角。啊，我们有做那个食农教育导览体验哦，这样啊，所以你们今天来教你们说哈，我们摘茭白笋怎样采收，才会变成最佳主角。不是啦，我们茭白笋。大哥，你是不耐烦吗？你是不是的？要不要我帮你把它掐下去啊？不用，不鬼哥，你不要每次去一个地方都要把人家弄得不耐烦，好不好？我问问题啊。我们会割茭白笋才给你们看，你会看到非常美丽的。哎呀，美人腿，美人腿。OK。你们今天有六个人嘛？啊，我们要对。我们会分两组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大哥，我问，是不是有一个会比较轻松？要有一个。
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割的差不多四位是不是。那另外一组是什么？另外一组呢？怎么这么准？我随便就中了。另外一组就是加工，对不对？吃吃喝喝。对，好难。哎，上次两个去那边吃吃喝喝的，这一次不行。没有啦。对，我们都要轮流，不行，因为我们已经去过了，所以熟门熟路了，怎么熟门熟路不行？哎，我就蛮猜拳，就是一上天的安排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队长，你们演你们队长。队长，你讲话，你讲话。你讲一个游戏规则。我觉得，因为这种会下水的地方，我觉得让女生体验。你在那边讲那个什么？而且，哎，打人，为什么？好了，大哥，捡到石头布了，大哥，你一起捡到石头布了。这样啦，我觉得真的要公平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平常我跟浩哥真的比较辛苦。是什么？我也很辛苦哎，我带两个背人哎，所以我带两个背人哎，真的是背人。哎，他如果待会要复刻要复制的话，好给你。哎，有老板娘哦，老板娘加水，好漂亮。那我跟你讲了，那个老板娘既然都在，老板也在，你们各选一个留下来啊，其他我们猜拳。你摸他的肩膀，他就留下来了啊，一。二啊，他们猜拳也可能又会再留下来。没有，你就下选的再留下来，选的再选，都你选到都要留下来。摸肩膀啊？没有啊，刚才就是选你的。不要碰我肩膀，不要碰我肩膀。我不要啦！老板娘可以选一个，老板娘，你也选一个啊！我们也一样出去让你选啊。一个，对，一个，摸一个，还是你想摸一排也可以，有点想摸一排。摸，就是。对啦，我选两个，他们两个比较好玩。他们两个比较好玩呐、啊，所以你们两个要留。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指令啊？哎呦，所以他们三个了嘛，啊，剩一个要出去嘛。好了，就最输的留下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小曼，好，来，哎。恭喜！你们在炸赌哎！是你自己慢出吧？好，就留下来了。已经留下来了，我们的任务还要穿青蛙装。有，我们穿了好几个礼拜了。青蛙装的命中率是100%。我们的青蛙装在哪边呢？青蛙装变。哎呀，换装完毕了。下水了。跟你们讲一下，我们下水哈，这个水很深。对，我们先蹲下来。哦，蹲下。就是坐下啦，出街啦，先坐下嘛。脚伸下面一点。啊，那泡温泉的啊，这样下来。像这一只就是成熟的假白笋，刀子要下去哟。阿姨拉。啊，我怎么知道下面有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切到？我会跟你们讲。刀子拿，所以要这样子直直的哦，不能直直的下去。我们直直的下去割，不然你会割到肉。对。我们在下面有没有？它在水里。是不是有一点三角？是，这里有三角。有，哎，对啊，中间这个叶子它会揪下来。我们刚才哦，中间突然变短。中间，哎，对。哦，看两个长的，中间配一个短的，差不多就可以。啊，还要这样？还有一点三角。那我怎么知道要割多深？碰到地板吗？对。老板有人浪费？没有啊，在这里啊。老板这样子吗？你割了？对啊。你那么厉害哦，这样子超乎我想象啊！超乎我想象，这个没割到，弯的只有手啊！哦，下田的高手呢？难怪能当明星呐、啊，我们呢，难怪都要做田呐、啊！你讲话怎么酸酸的，老板？啊，现在要开始体验了吗？要啊，来做吧！至少要。割十只合格的哦，好，太简单了吧？要不要割个100只？好，你就100只。好，我们可以割10只，这3只都可以割，这个就不能哦。你看这个那么大就不能哦。为什么？就还没成熟啊，因为它比较小啊。对，好，好，哇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我是不是切到肉了？这个还可以，这样子是有割。这样是 OK 吗？可以，因为那后面还这可以，可以干嘛？没有老板说可以，不是我要看采收的这个，所以把针剁掉嘛。因为这个等一下这边有点黑黑的，不是这里刚好要裁掉，所以那哦，对啊，刚好对，好，立冬帅哥换你喽。立冬很少人叫我立冬帅哥。老板娘讲完笑出来，对哦，觉得违心之论。我觉得要叫帅哥，人家才会，你才会回应。哇啦！咸油条总店，哎，刚好。现在中午哎，要吃
早餐。嗨，你好。嗨，老板娘。嗨，你好。奇怪，他说我们要来做那个茭白笋的相关料理吧，相关料理耶。我们印象中的茭白笋的不是就是像台菜啊、热炒啊那些啊，怎么会来这个早餐店？是热狗哎，我看到热狗。对，加蛋加热狗，加蛋茭白笋以及加蛋排肉。加蛋排肉。等一下，哦，你说哪里有坑茭白茭白笋？加茭白笋呢？茭白笋。哇塞，哎，这个哦，真厉害的，你看，看起来就好吃哦。哇塞，我要吃这个茭白笋的。我也要吃这个茭白笋。哎，所以它很特别，它其实感觉很像是用那个油条葱油饼的概念，然后去当成像那种热狗宝宝哎，而且它这个油条炸起来就是不一样哎，这油条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哎，这个不是油条啊，有点像葱油饼。嗯，哦，有点葱油饼的感觉，然后做的像热狗宝的感觉。嗯，怎么会有这个 idea 想要把这个油条做成像这种样子啊？这个是老板娘。就是我的妈妈他们小时候的点心，相伴童年。这个童年是老板娘的童年。一般油条都是用那个烧饼啊，这油条也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一样，这些做法都不一样。那你们有想学一下吗？当然。这是用什么面粉做的？中筋。对，中筋。中筋面粉。就只有中筋让它发而已。对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看到的中式的一些面皮类、啊、都是中筋，都是中筋呐、啊，要不然中筋混高筋呐、啊。那、啊、几点就开始卖？从早上六点到几点、啊？那你不就四点就要准备？三四点？对，差不多那个时间。啊，面可以先隔日先发好吗？不行，我们都是早上起来发。当天，我们机器在那边，我们都是先就是弄，然后等它时间到了，然后就开始炸。我们绝对不会卖隔天的这样。了解了解。啊，我们要你要教我们，你不要一直炸呢。好，就把它拉、啊、所以拉长放下去。前面那个面粉那些不用，我们不用那个，不用看了、啊。今天不用。啊，你现在教我们是炸。对，就是炸的部分。好，这样。哎、欸，你当然就看温博的呢，就只有学炸。哎、欸，这个很轻松哎，真的蛮轻松。来来，学炸来啦，学炸学炸，进来要学炸。要切几公分？我就来这边体会一下到底要怎么炸。要切多厚啊？两指宽，两指宽，对，还要再拉一下嘛。手要先沾油哦，要不然手要先沾油，要不然会粘面粉。这样子对不对？是。然后两指，对，两指宽。哎，然后你切的时候右手这样子抓着，好，哎，两指，对，然后让它这个面朝下，左手去辅助它，左手辅助它，哎，然后切下去的时候稍微往旁边移。这样哦，好，对。其实这个好险，莎莎也没有来，莎莎很怕油锅。你的手好危险哦，很力哦，这个小心，这个小心哦。我手指断过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断过，好不好？你很夸张。我跟你讲，我帅一次给你看。哦哦，好帅哦！不能欺负他。帅。还有，好 ，OK， 来，这边开始喽。好。所以老板娘，你们种茭白笋种多久了？我们种快30年，84年。哦，腰身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刚刚是帮你们找，你们现在我们要自己找了。哎，好，这个水，这个水哦，水哦，抱着这个啊，这个水，啊，都要切掉。哎，还要切掉。哦。哎，没有，再补一个叶子。哦，切掉。哎，几干家？对。哦，我准哦。哦，我姐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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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，这只水。哎，我看过那个茭白笋啊，里面有一点一点黑黑的，是不是那个就坏掉了？那个不是坏掉，它是菇黑穗菌比较活跃，茭白笋里面都有那个菇黑穗菌。嗯，哎，它是一种好的菌，所以它如果一点一点黑黑是好的菌，可以吃的，也是可以吃的啊。现在的技术没有让菌那么活跃。嗯嗯嗯。哎，我们一只大细鸡拢到时阵。就是这个也是成熟了，像我们水果有大枝、小枝、大颗、小颗一样，比较小一点。哎，啊，现在这里面都有菇黑穗菌，就是它没有产生黑点而已。哎，所以从上面就看得出肉饱不饱。对，我们是因为从这个腰看吗？从它这边，我们是除了这里还有这里。哦，它的宽度对，然后这里这一节就有点有没有？有点腰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它不是看粗细耶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肉够不够？它不是看粗细。不是，你看有时候在水里看起来小小，割起来很大，拉起来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哎，我是不是剁掉太多了？对，没错，少一口。所以这个少了一口，没那么标准。我们一般员工在训练的话，要那么准确的要一年半左右才能。一年半才有办法出师哦。一天大概差不多一个人哦，最少要200斤。啊？200公斤？一个人？对对，你才够啊，因为像这种那么大只。200台斤还公斤？公斤，我说的是公斤。要修。好，可以了。哦，你看这根不错。可以吗？不错。耶！哎，缺工哎、欸，莎莎来这里。缺工。好啊，我最喜欢这种农家乐的是。对，是农家乐。这一只哈，这一只就我们有失败了。这一只啊。好痒啊！你看我们的茭白笋，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因为我是有生产履历的，有生产履历。可以生吃哦。我要，我要。我的有履历的，真的可以生吃。欸、好白、啊。好白。嗯可以可以，那个好几百，好好吃哦！不要想，好，很像那个桑葚呢。不要，真的吗？我的茭白笋可以生吃，加一点美乃滋就不能吃，就完美了。哦没有，那个没有坏掉。为什么谷里的茭白笋会这么好吃？因为我们这里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，有那个水呀、啊。水好水，好山好水呀、啊。很好喝、啊。哎，茭白笋都在水里的啦。我们要推广食农教育，当然是要做安全蔬果啊！像美女的腿那样，又白皙，完成，而且那个，你们怎么现在在吃茭白笋呢？你弄给我们，明明是你弄给我们，很认真哦。谢谢，哎，老板娘说认真哦。对，有下来就是福气啦，很好呢，多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有没有很快乐？哎，这非常快乐，这弄成一串这个艺术品，算是艺术。对啊。以前就这样，以前的农民哈，家里有养牛啊，这个叶子哈会留着给牛吃。哦 ，Let's go。哎，对，像在抱小朋友一样，哎，对，然后稍微拉一下，小心不要太光。这样长度 OK 吗？这边做一颗球的意思是，因为它天生的卷性，它的韧性，对，它有点代表我们。你要确定呢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哎呦，还有这种含义哦。然后就，啊，我忘记你是左手。没关系，我右手也可以，右手也可以。而且其实这样子切起来，它其实很舒服。哎呀、啊，挺软的。对啊，可是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拉太长？还是它本来就会这样子？有点拉太长，有点拉太长。你可以先放回来，我切一次给你看。切，拉起来，用手指头捧起来，然后放下去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对了 ，OK。顾哥，对啊，你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两个赛事不太一样。什么东西？而且你做这个样子就很像张立东。浩哥，什么叫创意料理？就是发挥创意，它的外形不一定会长得一样，但它的脆度、口感，不是你这的好吃程度是一样。可是你这次做的很像张立东，这样是合理的吗？那个会被客人打枪啊！真的这条，对啊，你说他说这样会被客人打枪，这个迪迪做的呢？切那一条出来，那个切这个呢？对啊，对啊，这迪迪切的，这个是那个郭哥做的。对啊，我切的在这边，没关系的，姐姐说打枪就打枪，那你打吧，你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下次我们一起努力。OK OK。好的，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通常都是这样。嗯，厨房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
状况如果不好的话，前面是还会做修正。对，你可以尽量骂。姐姐还会做修正，姐姐你尽量骂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营业的那个大厨骂得更凶。哦、所以我是被骂被骂习惯。那个在厨在那个锅上的脾气都比较不好。真的哦。你其实做这个蛮疗愈的，做什么事情刚做都很疗愈啊。那你们边学，我听说你们也是会有任务的、那個。你有任务卡？该不会要？你真确定要拿出来？没有啦，其实不用勉强，开玩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如果有任务，也可以来找我们。有任务、啊？对，如果有任务的话。但是因为这几天在做咒酒，有听过吗？咒酒，嘿，咒酒，板豆哎，板豆哎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从明天开始吃素食。有需要帮忙的话，就是准备素食的食材给你们。好，我把它记下来，因为目前我是还没有收到任务卡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其实我也蛮期待的，因为我从早上家里出门到现在，都还不知道要干嘛。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创意料理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创意料理呢，就是我们的茭白笋的美人手卷。这个是有放泡菜吗？这一个是茭白笋泡菜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对啊，针对我们茭白笋的特性去开发做出来的，好好吃哦。在外面市面上很少吃。茭白笋很难有吃到这种口味。不是，很难吃到这种口感呢。这一罐怎么卖？这一罐怎么卖啊？我们是来学 DIY 的，我们先学 DIY。我们先学这一罐怎么倒。好好吃哦，好吃哦。那我们这是没有吃过的。对，那我们刚刚的茭白笋呢？我们是在田里面采的嘛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就这么摆。我们现在开始要学哦。刷浆。哎，对对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刨到你就由上往下这样子慢慢刨。我们这边让东东做，因为他最近在学厨艺。因为这个应该是不会。切到手指，难说，有时候你的手会错掉，但不会来。这个再切到手指，这个切到我就没办法，对，就没办法。哎，对对，由上往下这样慢慢跑，它都岔出来了。它真的，它很少下厨吗？对啊，你连岔都这么慢哦，岔快又跑出来。你不要让它怕。他太快又怕他手，不是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厨房做东西，他一直在削苹果，我说你怎么削那么慢？我们回去看袋子啊，他说空削，哎，空削，没有削到皮，我削杂波了，那抓，但都没有皮下来。那我们现在食材是不是准备好了？茭白笋是主角嘛，对，一定要茭白笋，会变成什么样的料理呢？哦，很难猜，很难猜，很难猜，该不会是意大利料理吧？嗯。半团，地中海料理，西班牙的。哦，西班牙的。那我们要包的时候呢，就先这样子。哦，啊，手卷。管哇，好聪明哦！你刚刚是不是吃了茭白笋，那变聪明了？对，差就在，我就不想讲了。你们刚刚讲了手卷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在做节目效果。讲出来，不能讲出来。我们想了好多其他的。他主角说，其实是日式料理。对，你好厉害哦，这样子。好，来。这个哦，你就用那个代替饭就对了，所以没有淀粉。这个白色的，哇，哦，这很美哎，用它代替饭，真的白。对，其实它英文名字就叫 water rice， 刚好饭。真的，对对对，刚好就饭。美乃滋加一点上去，好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，是油葱还是花生？花生粉。认真一点。老板娘是怎样？我们可以再开一罐吃吗？可以。你要定，你比较关心这个哈。对，这好好吃。好，来这样子。哦，是。哎，这个我们是可以学起来。这个很好哎，我想吃，有没有？哇，来，第一卷。哇，这个现包现吃，很好吃哎。怎么样？有牛奶的味道哎，是不用加什么酱油，而且很甜。对，不用沾酱哎。对对，那个吃了会开胃，真的。贤惠夫妻档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贤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哦，嗨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去那么久，我们那个很好玩，好不好？好玩吗？对，我们也相信一定要。你们看起来很累哦，看起来，对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什么？我有帮你们处理早餐呐？没什么早餐，几点来早餐？当地美食，当地美食，哇，赞的！这个当地美食吃起来，咸油条，咸哎对，咸油条超想吃，你懂吗？里面是茭白笋嘞，对啊，是你们做的，对啊，我们做的啊，所以我们刚刚去油锅其实也蛮咸，也蛮热的啦。你这个是台式热狗的概念吧？对对对，他们就什么都，他们就什么都可以加，但油条很好吃。本来想要骂你们的。里面有蛋，我们刚刚有收到一个小消息啊，
他们说明天就是埔里这个地方，从今天开始会做酒，连续做酒啊。哎呦，做酒，然后这边埔里当地的这边所有的店家、啊、都会卖素食，都要吃素食。所以我们要做素食啊！我们刚刚去做了这个咸油条啊，这一家算是在这边蛮当地蛮有名的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啦，刚刚其实如果你是其中你们四个两个人有两个人去的话，应该也是学得起来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就真的只有点餐，我们其实也没真的没做到什么事情。我真的想把一巴掌省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叫我切那个油条，你不是说现在卖这个，然后丢到油锅下去炸，然后就这样，对啊，然后就叫我们上车了。因为他是说叫我们在车上吹冷气啊，对啊，我没想到下去。你们两个真的很油条哎，对吧？但是我有记得一定要打包这个回来给你吃，我就知道。现在是什么？我看不懂哎。你们那边有任务卡吗？没有。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卡拿出来了。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你们两个，我只知道说现在这边做酒，因为刚老他有讲，那个老板娘一直在吞吞吐吐的。所以我们要做，我们会不会要做流水席啊？觉得有可能我们要做一个素食的料理。然后让所有要参拜的人走过去，谢谢，都可以拿了就吃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会加这个油条，对。然后里面茭白笋啊，因为素食嘛。哎呦，车再不开，我酒就要开了。开酒了是？往城市的边缘里开了。不知道我们这次会不会有什么小帮手吼？你每天都在那边小帮手，小帮手，他已经期待了不知道多少个礼拜。对呀，我跟你讲，康哥该是时候要回来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咪了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咪，你赶快咪，你赶快咪。我好像最近都走森林系耶，前面有人，是不是该不会是一个学校吧？还是食堂？这好漂亮，像是一个餐厅吗？啊，这是个什么山林小学的？这个地方好熟哦，是我去过的地方吗？这是一个小学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学校吧？小学，真的是。它好像汤婆婆的那个内湖。哇，山上的小学，这小学为什么盖得像度假村？对啊，像神社，好高级哦，好日式哦，是神社，真的，有参道，对啊，有那种 feel 哎。那我们现在就这样进去吗？哎，你好，度假村，哎，你好，你们是要来我们学校参观的游客吗？我们，你们有申请吗？哈，我们刚刚就被推下车，然后就到这里走进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是这样哦。对，我们学校平常是不开放的。哦，那我们先走了。那我们走了。啊，因为你们有申请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别麦，老师在那边变，所以我就给你们进来。老师，你后面有硬硬的吗？我刚才有看到一个偶像了啦，是，所以我就知道你们是谁了。谁是偶像？我们的洪志，150级的，对。我带你们去参观，好嘞，好好介绍，好漂亮的校园呢，平常是给人家进来的呢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是仿日本日式的构造，这一些树林都是原始的树林，哦，大家看到的左手边这个就是低年级的教室，有两个班，低年级有两个，我们学校只有6班。52个小朋友，52个。上面那一间，等一下我带你们上去看，那个视野非常。这边是不是有人来拍过戏啊？哇，是不是《黑糖徐家传》？哇，那个是最早有一个黑糖徐家传在上面拍的。对对对，很早。这个地方哈，说真的不像学校嘛。对呀，很像学校没有。像森林园区。我们学校是结合生态，太幸福了。对啊，哎，这棵好帅。对，这边小孩念书一定很开心。对啊。哇，操场。对对，他的操场。我们上操场。哎，对，小朋友在运动啊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下操场。Hello，Hi， 好可爱哦，那么幸福。那也是他们的笑声，是我们的艺人。这边上课好玩吗？好玩，真的。国乐的声音呢？哎，有听到了，有国乐。那我们，你会等一下会邀请我们去哪边坐下来跟我们讲一些事情吗？哦，讲做事情哦，你要跟我讲什么事情？任务，你是有事情要跟我们讲？什么任务？没有啦，应该你们不是来参观的，参观就要走了嘛。哦，是吗？应该是，不然你们还有什么任务？我觉得他背后是没东西的。
来，这一些都是樱花哦，你们看哦，正开绽放的时候，这里都很漂亮。然后啊，我们会在这个底下哈、哦、附近摆那个茶席，在那边泡茶。哇，然后国乐就在这边演奏。哇，哎、欸，好像以前古时候，哎、欸，它结合国乐，然后还中提琴。啊，我是你的铁粉。哎，哇，铁粉。啊！哎、欸，拿出来了、哦，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了！哦哦哦哦！这是什么？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了！藏了这么久，哦、拿出来了！刚才说什么有任务，我都不知道、哦。祝你们任务成功！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留到下次再开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嗨，伙伴们，请为南投内湖国小的全校师生准备美味的营养午餐吧！哦。午餐，哎，他说全校，哎，所以一共，哎，他怎么走了？52个吧，52个学生，你们包含老师、校长有总共有几位？大概要70个，70个。这个是这边他们用餐的，这是我们的餐厅，全校的学生都在里面。觉得他们学生好像吃的很不错啊。所以放饭的时候，全校师生一起用餐，在这边吃饭。哇哦，我们没有过这种经验呢。哇，好哦。这是我们每天的菜单，我们按照这个煮吗？应该不用嘛，哦，还是需要？需要，我需要照这个。没有，我们按照这个煮，哎，因为它这是有营养师有去精心去设计过的，比如说像淀粉啊，或者是一些蛋白质啊，都会有设计过。那你们平常这边煮饭的是几个人啊？一个，姐姐你是一个，我是午餐秘书，不是我煮啊，就是有一个厨工师，厨工妈妈会煮，厨工妈妈煮。哎，他们的午餐其实吃的蛮好的，蛮健康的啊。请问他们还有喝饮料吗？没有哎，因为营养的关系，所以就是不会提供饮料，只有乳品。参数他要写了66份。嗯，对，我们师生总共66个，66啊。然后吃素的会有6位，明天还会，因为星期三是特餐日，所以我会有加菜鸡腿的部分。好哦，12点准时用餐。对，12点要吃饭。他们来盛菜还是我们把它弄成一盘一盘？弄成一盘盘，然后外面不是有一个铁桌子吗？我们会分两边。这个是保温的那个自助餐这样？啊，没有没有保温的，只是放它只是一个台子而已。可是他们是不是有吃完一个时间就要回教室？哎，他们通常在吃午休是几点？12:40，只能吃到12:40，所以我们不能晚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能太早，因为怕说太早出餐会有那个健康的疑虑。哦，你不用担心，通常我们只会不用担心，我们都是桌边服务，在旁边现炒。你们现在讨论两个部分，因为学校的营养午餐是被定了很多的规范，因为学生的营养跟健康，所以你们只要更改任何的菜单，他们是必须去呈报，通过同意才可以。如果你们要更改，现在必须要决定让午餐秘书去呈报。另外一个是他刚好提到明天他们有个加菜，就是鸡腿的部分，跟你们今天其实有取得一个食材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运用的话，可以今天让他知道去做呈报。他们基本的营养午餐都是台式料理啊。我原本是想说，你们今天去采了茭白笋，然后要不要把茭白笋运用成去比较变成像意式的那种意大利面？要不要先从面开始？面就看浩哥要不要把这个蘑菇酱改成你那个意式的番茄红酱。我们把蛋白打发，然后做成像 pancake。那茭白笋加美乃滋，弄成凉笋的概念也可以。然后一个炸鸡，那其实再煮一个汤，其实就变成一个意式套餐。比较别于他们一般吃到的营养午餐。老师，我们这样讨论的菜单，如果把它改成这样子，他们就是要经过一定的。老师心里已经在想说，这就是全改了吧？对，老师的老师就是大改。如果你有为难，你就是可以讲，直接说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按表操课，就是做这个。他的概念上应该是你们可以微调菜单，那个食物的原型不能改变太多。你们这是卤的吗？这个鸡腿？看你是要炸或是卤。哎，浩哥，那你就可以炸鸡腿嘞。可以啊，要不要？可以啊，然后再来茶叶蛋一定要做嘛。我觉得炸蛋是不是很好吃啊？炸蛋，就是炸蛋葱油饼上面的那种炸蛋啊，就是煎荷包蛋的。香哎，但如果有炸鸡腿的话，就比较香。对，炸的太多。番茄炒蛋，原味优格是要哪里用的？就是当点心，小朋友的点心。可以加水果吗？那原味优格，你有办法把它用优格下去变成一个冰淇淋？冰沙还是对？老师好像脸色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原物料就是优格加一点那个牛奶或鲜奶油就可以，是可以吗？冰淇淋
冰淇淋，好让他们开心一下。偶尔。那现在都要想很多。那你就是上面放水果，加果酱，然后再送一个冰淇淋。太快了。就全餐哎。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。他们对我们很蜂蜜，他们会对我们印象深刻。对啊，老实讲是可以的嘛，也是可以，偶尔一次。好。对。被说服了。其实老师你要相信我们，我们其实都还蛮厉害的。有点担心做不太出来。不会啦，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做不出来？我们做过一两百个人，因为时间有点紧迫。三个小时对我们来讲其实绰绰有余。我们其实是为了节目效果，不然我们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出菜。胡哥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见好就收。哇，这饭店会不会太漂亮？我们有这个命吗？高级高级。Oh yeah！ 这个 view。光汉光楼哎，光汉会来吗？哇，光汉，光汉，好漂亮、哦！汉光楼啦，啊，很可爱、啊，美美的。森林浴的饭店。嗨。嗨。Hello。好美哦。我们是住这边吗？今天？欢迎各位贵宾莅临溪头浮华度假饭店。从外面看就觉得好漂亮，对，这边完全是希望游客可以沉浸在森林的度假氛围当中。这边洗一个森林浴的，而且一走进来就感觉是整个饭店被整个森林包围。对，今晚大家要入住的是汉光楼，今年四五月才全新落成的全新客房。对，期待。好，那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一下。溪头浮华度假饭店是在2021年进驻溪头园区，改装整个园区的馆别当中呢，特别在这一栋汉光楼呢，做一个引景入室的概念，有个绿荫的造景，对，天井这个采光，外面的大森林，里面的小森林，柱子上有包覆了我们的一些拼接的木材的部分，也都是使用溪头在地的木材，也呼应了就是饭店在整改的时候有一个ESG 永续经营的概念，这是高级的味道，是分台湾山的味道，极高级，对，这个好高级哦，我好像对那个澡的那个桶子，好香，对对。那你有味道吗？有有有有也可以，也可以吗？也可以，真的吗？那这个也是吗？啊，没没没没，这个没有没有，感觉好像家里带出来的宠物哎，对，真的不一样哎，哇，好新好新。好干净，哇！而且全部都是木头的味道，哎，床很大，还有榻榻米，对，哇，很美，哎，很赞呢，哇，好漂亮哦！这整个房间最美的地方就是简约，然后打开这个落地窗之后，哇，整片森林在你旁边，对对，改得好好哦，想马上就躺下去睡了，该不会还有晚餐招待吧？安排安排，没有，那我们知道一二三，谢谢浮华了，一二三，谢谢浮华。今天啊，哎，奇怪，他们不是上课钟声响了吗？刚响，下课吧，这是下课钟声吧？刚刚是下课钟声，他们又会以为我们是海贼团。哦，你是骗人部。嗨，嗨，早安，来了，来了，来，大家请进，今天来了，谢谢队长，谢谢队长，姐姐，嗨，早，早。我们今天要来帮助你，是，是。在山上要取得这些食材，好像都要你们餐车都已经叫好了，是啊，比较好买到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你平常都自己一个人煮啊？对啊，一个人就有办法煮这样60几个，所以我们的时间都蛮紧迫的，那就麻烦你们了，好，加油！大家口罩，好，口罩口罩，还有手套，你们有听到吗？怎么样？手如果有洗干净，手套不一定，不一定要戴，但是口罩一定要。确定吗？但你要戴手套，我也觉得你很棒。戴手套，觉得戴着比较安全。我也需要戴。你等一下要来帮我们那个鸡腿去骨。
去骨，因为它那个鸡腿是带骨的，要去骨啊。小心你会被去骨。去骨，哎呦，新的记忆哦。骨头也太少了吧。没用，我把那个骨头一起给你下去煮汤。你说鸡骨头？对。张立东，时间有点赶哦，你们做什么事情赶快弄一弄，等一下你要过来弄我们这边。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训练很有素的部队。是，没错。可以先给我吗？这里有。想要过水。要洗一下，拿去洗一下。胡哥还有吗？有，我刚刚丢了。丢哪里啊？丢了。对啊，要留着吗？要啊，在哪里啊？刚说给我。丢垃圾桶了啦。你干嘛把鸡骨头丢掉了？我不知道你要留啊。他不知道啦。你要做什么？那个滚汤的啦，要滚汤的啦。哦。丢掉不要了啦。对啊，等一下再拿。弟弟，你动作好像变快喽。嗯，对。弟，动作真的很快哦。真的是。速度哦。莎姐。我葡萄是要切怎么样对半？我跟你说。这个，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你要先。谁啊？哎，这声音，汤哥，汤哥对不对？汤哥吗？汤哥，汤哥，对啊，那个头三尺大小，哎呀，哎呦，我们两个了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汤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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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样，大康哥，大康哥哇，康哥的哥哥，康哥哥，康哥的哥哥，康哥哥，康哥哥，哎，他刚刚说心情好，心情好，心情好，警察好，警察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小康叫我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，你要来办案是不是？他叫我尤其要注意，不是，因为你太像了，他刚叫，而且他刚刚又这样这样这样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太远干什么东西？谁啊？这声音，汤哥，对不对？汤哥吗？汤哥，好神奇哦！啊，我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你有没有比康哥懂厨艺啊？我没有哎，他比较会煮哎，我只会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不要不要掏。那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们协助的？这里弄吗？哎呦，你没有，他要先帮我们备料啊。对对对，我要帮你们弄一下这个，跟我们猜的完全不一样，真的，还以为我们猜对。我觉得合伙人很会制造一些小惊喜，一直看到他的正面五秒，才发现不一样，不同人，好像声音也好像，对。你们知道那个厨房有一个那个就是木头门，它是一格一格的，他进来到。我正式看到他的眼睛前，我都以为他是康哥，他一进来我就说认错，会不会不礼貌？就是尖叫哎，太震撼了，有一种觉得你们怎么这么酷，然后而且还讲他的 slogan 这样进来，而且我一开始真的很想拍他的背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来太晚了，可是他突然转过了，哎，不一样，哥哥哥哥，华哥华哥是，那我可以指使你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说我应该怎么样指使你？您会切大头那个节菜吗？这个可以可以啊，怎么样？那我想要切。骰子状，随便你想要什么大小都可以，但因为我们有六十个人要吃。OK。我觉得华哥超会演戏的。有啊，我们有去戏。他居然在我面前呢。华哥在家也会煮吗？我是煮汤啦，这样子。煮汤。康，哎，那个谁，康炸物哎，也是煮汤。康哥，汤该不会是跟你学的吧？哎，我不晓得耶。康哥也很喜欢煮汤哎。我喜欢煮那个萝卜排骨汤。萝卜排骨，哎呦，哎呦，那正式确定，给他个热汤啊，萝卜汤要不要？啊，你的招牌。最后一道菜是妥中汤。那是跟他选的。
是吗？对啊，他也是哦，他是啊，但他都说他自己发明的。因为我觉得萝卜是可以，你不要在那边吐槽的、啊，他会看，我跟你讲。哎，这样切。哎，我这个速度是不是太慢了？还好吧？还好啦，还好还好。反正我们大概预计在10:30要开始开火。那今天我们的那个菜单主食会是以那个铁板面，小朋友最喜欢吃的铁板面。我们现在处理这个鸡肉是加料的，要做成炸鸡的。好，然后做炸鸡哦。对，但是刚厨娘比较担心我们，是说时间来得及来不及，因为我要去骨。那平常怎么有办法一个人然后搞定所有人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我刚刚问那姐姐，她说她20几岁就开始了。哇塞！做这个，她没有一次迟到过吗？然后全校师生都在等他。他说他其实在这里很幸福，因为他只要煮60几个人份。他说他之前在他有去听演讲，嗯，然后另外一个学校他们是一个阿姨煮100个人的。哇塞！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其实已经很幸福了。那他如果舌燥，就全校师生都等他一个人。傻眼。那压力太大了吧？我也好想让自己的小朋友来这边念书啊。对啊。这空气太好了吧？而且我觉得他们练国乐很幸福，就是那样子方式很幸福。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是也是乐团的吗？嗯，我们都是趁同学午休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用午休的时间练。我们合唱团也是。对啊。那你说你小学是练什么？长笛。长笛。我妈小时候一定希望我可以变成那种，你知道？结果没想到，气质小美少女。你唱歌是音痴。哎。这个音，这跟唱歌没有关系，我不是合唱团的。其实我来这边也是蛮那个战战兢兢的。怎么说？我很怕把他节目弄烂掉，因为我真的实在没有他主持的好，我不会主持。不会。我刚刚进来之前，那个制作单位说，驼哥，你等一下没事要讲话。我说啊，我要讲什么？他们会不会说你没事就骂张立东？啊，没事就念一下，没事就骂一下。有吗？他没有给你这个指令吗？他就是说，就是要盯着你这样子。盯着我？对呀、啊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那么狠。你相当优秀哎。对啊，他跟随着康哥学习了很多。康哥好不一样哦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听过长一样的脸说我相当优秀。对啊，干什么东西？你可以多讲一点吗？啊，真的啊。华哥，我觉得你演戏演得超好哎！真的吗？谢谢。哎，华哥影帝耶！华哥，你真的演的。我的电影的弟弟、啊。没有，你太厉害了。你真的很会演戏，是真的。尤其那个亲情的那种。那个跟光汉的那个啊，还有那个魔，那个有一个杀人那个你救女儿那个。模仿犯，模仿犯。华哥，本来是我要跟你对戏。不要在那边攀关系。什么东西？他说什么？他没说什么，他开玩笑的。直接没。哎、欸，我这个颗粒可不可以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立冬，你有遇过华哥吗？没有。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一直都康哥。因为立冬比较常跟康哥在一起啊。对 对, 對，因为他们是经常在一起主持嘛。因为立冬曾经有一次我可以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就是原本我会演你旁边那一个人。哦，警探旁边那一个。原本是他，他刚说是他，但选了侯彦希不是他。哎、欸，不过你们两个很像哎、欸。哦，对啊。好笑好笑的。对对对，张立东，你是不是要来学习一下去？哦，好啊。那也是要很厉害的刀法才行。山东，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？那其实不用一直手摸在那个锅盖。好，你知道吗？它就会自己滚，滚下来过去看一下就好。有个样子，有个样子，哦、有个样子。他蛮注意你的细节。有个样子。从这里先这样转一圈，先撩一撩一个，撩一刀，对对。割脚踝就对了。对了，我这样子的节目不错，又可以学到东西哈。对啊，而且真的下去做哎。对啊，他如果有那个筋呢，有一点点筋还好，筋好，不要骨头就好。哎，郭哥，撩完这边，然后啊，这样子，你就其实也不用太，就是把肉都弄下来，片下来就好。嗯，你这样子抓着，抓上面比较好切。嗯，就抓着这样，你这样也不会切到手。这样抓着，他就这样转转，对对对，把它肉去下来就好。哎，立冬，你其实解剖不错哎。OK 吗？可以吧？可以，慢慢撩。手再小心一点。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哎呦，你其实不错了哦。哎，浩
哥，你可以再跟我讲一次，我因为我现在这样是横的啊，我这样横的，然后我先这样对切之后，对，然后翻过来、啊，它就会变湿了吗？这样才会变成没有，然后这样啊？因为我这个怎么变这样？不是啊，你切错，你就你不能这样，这个等一下慢慢切，这我会切。哎呦呦呦，这个你看，我来切。你看他都会在旁边这样教我们了、啊，手把手这样带着我们长大。他上次从我背后环抱教我切的。啊，你今天来他比较客气，不然他一般都是用骂的。你这样对切，然后打平，这样切就变丝。你说对切？对对对，对切。打平。对切啊，打平，然后顺纹切比较。怎么了吗？顺纹切这样比较立体。张立东，你可以教他吧？我可以。对啊。我是因为我搞一直搞。我已经把洋葱的所有学起来了。哎呦，立东老师哦，那不就好棒棒？因为顺纹切会比较立体。张立东，你看你进步的时候，就是有人会嫉妒酸你。你千万不要那种，千万不要气馁。哦，那不就好棒棒？嗯，怎么好像一阵子没听到耗子哥了？他在外面忙。他在想他。他今天是做什么？他今天在帮沙姐切。沙助手。哎、欸，我们好像那个可爱动物区。可以喂食我们吗？可以。嗨。很期待午餐吧？我们在做你们的午餐。好可爱。像你配起来，那个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配色配漂漂亮的，然后那个水蜜桃穿插在边角。那我回家也要来搞一下这个。可以，是不是简单又好吃？你很有那个艺术天分，我最会，真的。是耗子没有东东比较认真，他们两个合作，他没有那个绊脚石。哎，水果小队。哎，没有，看一下。哎呦，主管，挺开心的。你还好吗 ？OK， 刚去骨。你去骨，你会去骨了？我又学了一个新的。你今天是不是都还没有被骂？目前好像没有。很棒哎。目前。你很优秀。大概再五分钟吧。啊，你今天保持，请保持。还没，我有跟华哥讲了一些，就是他弟弟的坏话。你有足够的时间吗？要十点哦，各位朋友，要现在十点了吗？九点四十二喽。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我预计十点半开始开火了。哦。然后预计所有的东西一个小时之内完成，这样。好。我切好了，然后接着要再做什么？可以切那个芹菜，然后就煮汤的芹菜，小小。哦哦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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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芹菜要洗哦。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不要跟我爸一样的做华哥，我如果没洗，被他念了三天三夜。没事，你不要再这样一直记仇嘛。四天六夜。没有，七天八夜。他们这个都还有标明是哪里来的厂商呢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做给那个小朋友吃的营养午餐。哎，鬼，问你，你有看过华哥一些经典的戏吗？我看过有一些古，就是、你有看过《异域》吗？异域，哇，哇塞！你那时候每次形康哥形容你拍《异域》完，就是一回家收工，他就会怎么角落出现一个幽魂，走来走去，因为他气压很低，然后都不跟人家讲话，因为他还在戏里面这样。包括你们拍那种回家还会录戏吗？现在我不会，他以前可以，都一直保持。以前会比较执着一点嘛，现在已经内化了。回家也要这样子？不要，回家是另外一种。哎、欸，那华哥，你先进拍开始拍戏还是康哥啊？应该我们差不多的时间啦，差不多时间，因为他很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还拍那个谁姚凤潭导演的《蓝桥月冷》鬼片。
他演鬼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他演那个，他那时候是男主角，他演那个书童啦。哦，书童，书童，他说不是，还绑了一个旧旧的辫子，很好笑。你说古装哦？对啊，古装啊。他有可以戴的头套。没有戴头套。注意你有礼貌。没有，他以前就跟我说，他就是拍过这种，他就发誓他再也不拍古装剧。哦，拍古装，因为那个一整天套着很辛苦。哎，拍古装真的蛮辛苦。很辛苦。嗯，宝哥应该是我们这一季跟我们聊最多天的小朋友。哎，真的。因为制作单位要我，而且我们从你身上，你从你身上，然后去取得康哥的资讯，看康哥是不是骗我们。那个汤是你教的。对。发现一些秘密。你为了他去。看一下，你是修 boy， 修 girl 的朋友，你像马赛克，哎，高级瓷砖，好吃又好玩，开心。浩哥，我这个撒完要不要冲一下冰水，还是冲一下水？冰箱啊，直接冰箱就好，直接冰箱就好。对啊，你不是要做凉拌的？对啊，把它冰在冰箱就好了，放进去冰箱就好了。鬼鬼，那个鸡骨一起丢下去熬啦。别放，我那个已经下去了，我不想要再。没有啦，不要浪费，这个汤才会好喝啊。没有，已经放很多了，我真的已经要满出来了，我不要。你那一锅也不够50个人啊，60个人。阿姨说那一锅是够他们这样，他就煮一锅而已。你确定？就不要给那么多就好，我不要那么多骨头，因为等一下我还要捞出来。没有，一样捞出来。等一下你那个汤最好拿一个东西把它过滤出来。因为那个刚大头菜下去很多了。先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你先弄你的，我们就处理好一个事情就好。华哥，你可以去休息一下，因为差不多了。是，我们等时间可以炒。好。华哥，所以等一下是，我现在很怕这个锅这么大，我要炸鸡的话，我把油倒下去，等一下那些油会很浪费。怕这个锅炉太大，因为我的油至少要淹这里嘛，啊，淹这里就半桶。你等一下炒用这个炒啊？好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直接用那个炒啊。我等一下炒面。你就往上铺1/3应该还好。我要使用泡。等下就用看了。啊，要把水弄掉。哎，这个鸡骨是不是要赶快煮了？没有，我刚刚够。他觉得够了。嗯，真的？真的，华哥在。汤王，你看他不听我的话，他就觉得他不想下去。你要不要劝他几句？煮汤的高超技巧。我是觉得他应该要拿下去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还是你劝他。哦，没关系，他是王哥，你帮我劝他。他不听我的话。不是，他是主厨，要听主厨的话。我只希望他的高汤可以再更浓一点，浓郁一点，浓郁一点。不是因为我在分析，因为那些如果不用掉也是浪费，也是丢掉。真的，没关系，不用叫他劝。那我们另外煮一锅。那我跟你讲，华哥，你用那边，你再煮一锅汤跟他 PK。没事啦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不想要现在要再放一个生的下去，我已经滚很久了。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可以煮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煮完以后你觉得那个汤不够浓，再加水。我不想要，我不想要生的跟生的弄在一起。对，分开煮我可以放，但是你要我现在放生的，我就。那你们达成共识。对，这是可以沟通的嘛？你确定你有跟我沟通？你当初没有跟我，你叫我放生的。我没有叫你放，我是叫你要先拿去，这个要先过水。你刚刚没有说，你刚刚那个生的鸡骨，你有没有直接先烫过水？我当然有烫，所以我才不想放生的下去啊。没有，这个也要烫一次才能再下去啊。I know。我知道，你可以跟我沟通说可以先煮熟再放汤，我就会听。但是你刚刚的意思就是叫我放生的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又吵架，不错啊，很棒，很可爱啊。嗯，这就是厨房的沟通。
们来看华哥要怎么煮汤。没有，先把它过一下水，然后再把它倒掉，然后再来慢慢熬。那这个一定会浓。我们可以支援了。我们是要做炒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煎蛋、荷包蛋，等一下煎。是不用先把它打开来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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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要喝喝看？华哥，要不要尝一个我们这个？这是什么？新的吉隆玉米浓汤，它有很多口味，有南瓜、玉米、马铃薯、起司浓汤，赞啊！好棒！哦，大家要不要来？等一下，好哎，你先，真的是认真煮的，谁？好喝好喝，对啊。哎，这种小朋友最喜欢的，蛮香的。哇，好好喝哦！急冲急饮，急冲急饮，多急冲，你想想看，比你还急冲，啦！不能喜欢我？什么啦？你很烦呢，不会喜欢你啦，你才不要喜欢我嘞！我真的觉得你们俩可以在一起，我不要，试试看啊。不好吧？但有时候我们挑食，但长大发现原来这个这么好吃，这样子啊！天哪，我会说服哦。对啊。什么什么？好吃的。再说一次。今天什么？真假？有炸鸡腿，你们是拍广告？还有大薯条。有谁？有谁罪恶？你很饿吗？那你想不想喝一杯浓汤？玉米浓汤，你要喝吗？好哎，要不要？小心啊，很烫哦。小心，哎，这很烫，小心小心。很烫哦。好可爱啊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这个叔叔哦。哎，假喝到小宝，你爸啊你，快点后面，后面还有十二杯。然后后面还十二杯，跑来了啦！老师呼朋引伴。老师，哎，老师好。你要干嘛？老师，你要喝玉米呢？再来一次吗？今天做一个不一样的。对，今天给大家吃一些不一样的，但一样营养满分哦。华哥，我要加油了。要啊，加油。那果还要放在盘子上吗？天啊，你叫我干嘛？没有，刚刚原本要来果粉沙来果。哦，我把你工作抢走了。太好了，今天好轻松。好，签在你的考卷上是。所以你是国乐的。哦，就是你哦。哦，为什么喜欢我？哈，终于效果好了，谢谢你的支持啊！你们有看过雷神吗？有。有现场看过雷神吗？没有。你看哦。还是你带华哥去休息一下。带华哥去休息，带华哥去逛校园。华哥，你要不要坐一下？你都没有坐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坐一下。你在盯他滚是？对，我在盯他滚。那你盯着他滚的同时，要不要我带你去逛个校园？很漂亮。我帮你盯。好，好，可以，好好好。但是他是大火哎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可以，没错，没关系，没问题。他们宿舍住哪里啊？在那边，待会过去就可以看到。它是这样整个环一圈的，好，好漂亮啊！但这边小孩有这样子的环境，我知道森林小学一直很有名。嗯，就是他们主要就是教学很自由。对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很像以前我念过华冈嘛。嗯，哦，在山上哦，好像回到华冈的感觉。沙你很好，等一下可以帮郭哥下，你下这一锅好了，你那边。咸酥鸡的香味出来了。你刚才是被说谎吗？有一点点。不用。你怎么变杨婆婆了？够了吧？可以啊，起来，等一下再二炸。
张立忠，等一下要负责煎蛋哦，蛋哦，那荷包蛋而已。蛋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好了好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好了好了，有鬼有鬼，我们有看，我们有看，你那个是华哥，你到底什么了？被我的眼神吓到。刚刚有听到完蛋了是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因为他到底要煎蛋，他要煎蛋。我以为是这样子，你吓到他了，你这算隔山打，隔山打牛。哎，立冬，你这四根放在这边，四根是那个。吃素的，要不要先帮你收在一个地方？好啊，你帮我把它切丝，好不好？切丝，切丝，切成丝。好，我切。好，我切。好，我切。你觉得张立冬今天好用吗？没有啊，给张立冬一些。没有，你切给我看，我就切啦。哦，好。对啊，张立冬不是你不是有练切丝吗？对，他没有练这个啊。好，你就拿刁我来切，我切一个丝给你看。欠刁。是不是画太深了？没事，他这样子，别走，别走，你给我把它吃掉。不要不要，这个可以切啊，小白痴，不饱了。还要切丝，但是这个很少，其实这个都是这样块吧。因为它是脆的，应该还可以啦。对啊，这样子 OK 了吧？好。阿东可以哦，进步了耶，很棒哎，切得很好，好棒。那个指甲有长出来了吗？肉都长出来了。哦，长出来了。对啊。好。耶。10.50T。OK， 谢谢。好的。奥炉首次使用，它的火好大，火很大啊。然后鬼鬼，你那个如果好，可以调味道喽。我在调了。好了，好用吗？还可以，但火就真的很大。那个秀油啊？对啊，嗯，太油了。但火就真的很大，就是要赶。哎，那油少一点。我最喜欢洗。哇，他为什么会倾斜？嗨。啊，你要记得放，再帮你们煎蛋哦。等一下，你们下课就是吃饭了。你们几年级的？那我考你99乘法表可以吗？37 45 385 加123 508是吗？112加200 310啊，你们比较快哦，好厉害、哦！今天怎么都破掉啊？我不要再算数了，我都破掉了。175。他是不是发疯了？你冷静一下。哦。刚刚顾着算数，我蛋都破了。是破蛋。他怎么都会跑出来？今天的蛋都不成功了。好像你去那边干嘛、啊？怎么了？你说蛋跑位移哦？那叫叠罗汉哦，奇怪，临时换的，31分哎，嗯，完蛋，不许你说这个三个字。哦，我们在完蛋。
这个就怎么样？就可以看到切两段。切成两段。就是没有这个尾巴先切掉。尾巴不要。对，然后切一半。好。然后再对半，对半，对半，这样就这球也不要。这个不要嘛哈。哦。你知道茭白笋长在哪里吗？长在。长在哪里？长田里吗？你也不知道？是长在哪里？它长在水里。水里面啊？嗯，它不长在田里。哦，哇，你跟我是一样的人哎。真的？哇，华哥，他跟我一样哎。农作物不都是长在田里面？它长在水里。真的？真的。哇，原来有华哥不知道的事哎，好酷哦。可不可以帮我去看一下那门荷包蛋煎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你要听真的还是听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。好，我来看一下你们荷包蛋煎的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。好，我就跟他说不错。还是看到什么？不错，有好多了。荷包蛋煎的不错。OK， 太棒。就是不是特别漂亮，但是我觉得是家里做好的荷包蛋。你这个煎的不错嘞。你真的是爱的教育，真的是爱的教育，这煎的不错啊，没有，因为这个台子斜的，哦，它一打下去，那个蛋会往倒流，但是你没有煎焦就好了，哦，爱的教育，对不对？这很棒啊，这个，我超喜欢吃鸡蛋，真的啊，我看你这个蛋就很好吃，谢谢，对。打中了！你去外面，我等一下把这个端给你。啊！快！打中了！我们先，华哥，减两到三块。还有炸鸡吗？有。没关系，那边发完，这边就差不多了。好。这个是四根哦。那你的顺序是？变四根。四根，因为它切小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变成四根，那他们记得要拿来小。那如果太大了，你就给他三根就好了。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。对，终于来了。来了，快点，来了。嗨，欢迎。等你们好久了，真是的。午安。来哦，自己要找自己的座位哦。你都装在一起吗？全部装在一起。好。那我帮你。两块。你这边的炸鸡怎么没来？等一下，马上就来喽。这个先给我。不够了。没有，少一颗。怎么了？他要分两锅放，没关系。都是二扁了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你的碗好小哦。啊，你的碗怎么那么小一个？这样吃得饱吗？吃得饱。你的碗怎么那么小？你会吃不饱？你当然不够，再来跟我们说好吗？你的碗怎么那么小？吃不够再过来哦。里面要多还是少？多一点。好。你是不是要多一点？没有，我没有。要了。为什么？你要多还是少？中间。哦，你看起来很高哎。他是六年级的。六年级，那你要吃多一点，多子多笋。呵，茭白笋。不想啊，这个很甜，你放心。不行，吃一点点好不好？一定要营养要均衡。加美乃滋很好吃。你不敢吃，但是营养要均衡。我跟你讲，你还是要拿回去试着吃看看。那个是美乃滋，可以沾那个茭白笋的。你刚刚怎么了，沙姐？你累了吗？可以。啊，对，直接拿回去，拿回家里。不行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对。啊，你不可以吃肉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素的？你吃。好，那我待会帮你用。那个小朋友吃素的面是什么面？这里。请问哪位贵宾吃素？来，
这是素的那个麻酱面，然后那个是豆皮加茭白笋，都是纯素的。来素食吗？来，那给我，我等一下帮你端出去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楚妈，楚妈，你吃肉吗？吃。来，再给我点炸鸡块。谢谢。你喜欢吗？看我讲。很嫩，很嫩，还不错啊。好吃，今天都是你们吃的。对啊。好厉害哦。没有啊，其实我们也是叫乌波义啦。我们也是，没有啦，我们当然弄了。今天就是有华哥有那个浩哥他们帮忙比较快。小朋友希望他们吃得开心。我不要挡到国母。哪一个都回来。头都看得到你啊！再聊一小白熊。镜头在你那里哦。耶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很厉害。不，没电了。他那个手杖是放哪里？没有点灯位置。没电了。好久不见，嘿嘿嘿，你这个碗，平常最爱吃什么？你喜欢哦，又被表白了，谢谢你这么喜欢我，爱心美乃滋，谢谢，哎、我的偶像，哎，偶像，哎，可是你们看到明星会害羞，看到帅哥会害羞，他只有看到帅哥会害羞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是货，你有没有喜欢谁？啊，不敢看我，那就是我了。那就是我。怎么样？有长声音吗？嗯，可能有一点。我声音跟我们来的不一样。不太一样哦。对啊。本人也不太一样。比那个节目里面的更年轻。更年轻，你好棒！等一下炸鸡全部都给你。好。等一下，莎莎姐姐有准备好吃的冰淇淋优格。冰淇淋。有两道，四五二十五，旁边有哦。去那边，我们可以再加菜。像这位同学，应该可以再加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吃完不要跑走，还有甜点哦，好吃吗？啊，那个炸鸡也可以沾那美乃滋哦。哦，你这个最好了。哦，你吃很快哎，你几年级？六。好乖。长那么高。你快比我，快比你好像比我高哎。没有，快了，快了。好吃吗？喜欢，有没有特别喜欢什么面还是茭白笋？都喜欢。超好吃，对啊，超赞的。
看脚白笋啊，脚白笋啊，没有脚白笋了，抱歉。炸鸡可以吗？还是青菜？炸鸡好，几块？一块。还有炸鸡哦，你们要不要？要面吗？要面的。这么大碗给我。你们还有没有要炸鸡？你们还想不想吃炸鸡？你们还要不要炸鸡？炸鸡好啊，还要不要面？要面是不是？还面跟炸鸡啊，好。小朋友在长的时候就是要吃的，还要是来，磕到最开心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很棒。怎么了？你不是那个啊？你不是上次来的时候，他跟那个是我弟弟，我是他哥哥。哈哈，那个叫康哥，我叫华哥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少一个。这个切。切的切的吧。要端了哦。出去了。出去。哪一桌吃完了？哦，甜点，哇哇！你们这一桌吃的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优格冰淇淋，这是莎莎姐姐做的，哇，一人一碗漂亮哦。这热烈的掌声，是有议员来到了现场，没有？是问你的那个掌声。谢谢。要赶快吃哦，这是冰淇淋，很快就会融化哦。有几个可以先上甜点给他们的？可以，今天这个先上几个？有几个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谁吃完了？谁汤也喝完了？赶快举手来。那你来拿一个。来，谁呀？这边有吗？这边有两，这边三个。谁吃完了？哎，这边三个，这边三个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再拿过去给你啊。好棒哦！好棒！加油哦！好。完蛋了，有点融化了是吧？对呀，我们就先放回冰箱好了。我帮你放回冷冻吗？外面还有人需要吗？应该还没那么快。好，那先放进冷冻。先，那我先丢，先冰起来，丢冷冻。啊，都吃定了，这个。你吃第几碗？第二碗。我最喜欢这种的，哇塞，能吃就吃了。这个面这么好吃哦。我喜欢吃就给他们吃嘛，吃到爽了就一定要吃到爽。你要什么？哦，淋汤哦，喝啊。这里汉朝喝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你力气比我，你力气应该比我大哦。等一下跟阿秋爸看看。哎呀，有没有哪一个小朋友觉得不好吃的？这什么问法？很好吃。我想说，只要有人回答说不好吃的，我马上带他进去厨房吃。继续吃，吃一顿粗饱，吃一顿粗饱。老师还有什么？哎，老师，面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哦，这边是不好的，是？对，不用了，我帮你处理掉。好，谢谢，帮我处理掉它。好。哦。啊，我们的碗不够，所以不能碗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怎么可以偷拿？我哪有偷拿？那边是边拿，不用。这个已经要扭起来，好像要塑冰了。对啊，我先拿去冰。也撸过去那里好了。好，你上来。哎，等上来。好，赶快去冰，赶快去冰。去。那这两块怎么办？那我吃掉了。不好意思，你融化只能我把你吃了。它好快就 milky 了。对啊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奶油啊或什么的。好热哦，我的头里面都湿的。郭顿，你很辛苦。哪有？有啊，你看后面那一个人。就在吃东西。大哥，他刚吃完回来。哎呦，我当然端东西，我累到跟什么，我到现在还没停下来。你为什么不讲说你刚吃完回来？我再怎么样，我也挂个头衔队长，我能做那种事情吗？可以吧？请看重播。我哪有偷懒？那边是边呐，不用。Ice cream， 冰淇淋，还有谁？冰淇淋。Ice cream， 对我来讲不好吃。你不喜欢哦？不喜欢吃优格。没关系，那可是你不可以挑食啊。但你还是吃光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好啦，你要喜欢，我们很辛苦做的呢。
好吃吗？比较没有像一般优格那么无聊吧？没错。哎，莎姐，有个弟弟超好笑。怎样？他说，大家都说那个优格很好吃，然后他刚刚说那个优格对我来说今天不好吃。我说怎样不好吃？他说因为我不喜欢优格。他说不好吃。不是，他不喜欢吃优格。你叫他进来。而且重点是他说我不喜欢吃，但他全部吃光。他们那个对啊，他们嘴巴说不要，真的不喜欢吃，身体很好吃呢。还有谁要优格？大家很喜欢优格，所以优格好像最受欢迎哦。这个东西好像最受欢迎，真的，很喜欢吃，好有成就感，太棒了，成就感。我就是想要当这种小天使。谢谢啊，还想吃是不是？好，洗好了哦，你们好棒哦。哎，自己吃完自己洗好哎。这两个同学怎么那么棒？哎，他们都会帮忙洗碗呢，好乖哦。超棒的。哇，好香的洗碗机。对，这个超棒，很好用哦。很好用。对啊。不一样的。哇，清空哎，扫盘哎，全部清空，棒棒，全部清空哎。呀吼！哦，你没有吃到冰淇淋哦？还有谁没吃到冰淇淋的？沙姐，沙姐还有冰淇淋吗？有几个？一个。有一个。在里面冷冻上面。哦耶！他会很开心的。来，刚刚要吃冰淇淋的那位同学。第二碗。来。客气。开心。啊。哦，好啊，来，不客气哦，开心学习，耶，好哟，谢谢你啊，这张好可爱哦，谢谢，啊，你呢？啊，签名会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乖乖，哦，那就放心，你要什么名字？谢谢，好，我要去午休了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哦。你把它舔干净了，沙姐，你看，真的，他在舔你的冰淇淋，变白鼻子了，好开心。改天我再多做一点给你们吃。你也觉得很好吃。最后一碗，这是我藏起来我要吃的。我看你吃的这么开心，送你啊。喂喂喂，什么喂？为什么？那叫耗子叔叔。对。你怎么那么喜欢？平常就爱吃冰淇淋，嗯，好啊，他也是在舔完，没了，真的拿先舔的。今天会累吗，华哥？现在停下来会有一点。腰应该很酸吧，有点感觉腰酸，就主要是腰酸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台啊，或者是洗碗台都比较低。对，永远它可能是符合那个厨房妈妈的吧。对啦，因为学校可能学校配置。那其实像我们这次其实都到处跑啊，其实遇到蛮多像这样的状况，其实腰都特别酸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移动营业，如果你腰受不了的话，就去坐一下坐着腰瘦。我觉得你们现在用这个模式来推动这个节目的话很好，尤其是今天这个单元，我觉得最好玩的是。跟小朋友在一起接触，他们 是对，因为最好玩是你被吓吧？啊，哦，不是，他被莎莎吓到一个，哦，对对对，因为莎莎莎姐在厨房说完蛋了，对，然后华哥就用那种家里失火那种，对，他就用那种跳起来的小跑步往前，我怎么烫完蛋了吗？可爱，张立忠，等一下要负责煎蛋哦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好了好了，完蛋了，好了好了，吓我一跳。但我觉得华哥很厉害耶，他很认真，一直在厨房做事。他做超多事，跟康哥差很多哎。华哥真的跟康哥很不一样哎。你也好温暖哦，跟他比起来，真的。真的吗？是吧？是吧？对对对。我们看到康哥都会在门口这样。对。对啊，他都是就是瞪我们、监视我们。因为你真的好，你真的好温柔，真的好温柔，温柔到我觉得。而且我在外面煎蛋的时候，他走过去说。
你们蛋煎得很棒哎！第一次有人称赞我们煎蛋，看起来还好。但他完全康哥走过去会说什么？丑死了！不会煎，干什么东西？你这这么丑，你到底可不可以？你可不可以？你到底可不可以？然后就走过去说：“张一松搞砸了。”对对对，小康会这样子，会会会。可是他是你看得清楚，他是有他就是怎么讲？另外一种可爱，另外一种可爱。他就是嘴巴跟我们开玩笑，但是心里面还是很温暖。所以黄哥，你熟了不会这样子？我熟了也应该还是你也会这样子？我不会。哦，你不会，真的哦。所以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也不喜欢，真的好不一样，不喜欢太。因为你让对方太紧张了，也是啊，所以一定要演得好不好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会不会 NG？ 绝对会 NG。你不是机器。那如果演得不好了怎么办？演得不好是正常的、啊。哦，你不是那个。你太温暖了，被疗愈的，真的。这样会不会影响小康下次？啊，已经影响了，严重影响，严重影响。我会剪你刚刚那一段寄给他看。所以以后就是康哥过几天回来之后，我们就说，哎，华哥都不是这样。对啊。还是他会接到华哥的电话？会吗？说我们小康啊，你去啊，不要这样子啊。华哥，你有带手机吗？你可以现在跟他视讯。哎呦，哎，小康，我在录你这个节目哎。对象。我你很想我你哥啦，亲哥哥啊！对啊，我今天来帮你代班了，在这气到忘记。哎，我们今天把那个老大哥带来山上，哎，太好了，刚才节目太累了，我不要干。不会啊，我没有要回来，我拒绝你们。真的吗？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拒绝谁？我们都很喜欢你，很想你哎。但是你哥哥叫你改一个方式啦。你哥哥叫你改脾气啦、啊？干我什么事啊？这是他的节目啊，我只是来帮忙一下。我们都很想你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们拍完以后。拍完什么？没有啦、欸，他们说你练一下体力，然后因为这次很超哦。你得拍一个波比跳一分钟 ，OK。不会喘，我们就让你来了。你做一个小可爱的表情给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一二三。OK， 这是大玉要来了。好了，你去玩吧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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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，Love you。康哥也蛮温暖的，真的。看着他好像对你们还是蛮凶，他人不在现场。你有感觉到是不是？他不会，他不会。伙伴们，请为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及福华度假饭店辛苦的早班，早班，明天不是就工作人员准备美味的早餐，总数100份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不是早餐就代表又是凌晨2点的班呢？哦，好冷哦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翔哥，哎，你这个头发在这个晚上很可怕。我来给你乱了啦。你看起来什么都会。一定要啦。OK 呢 ，OK 呢 ，OK 呢。所以你可以先放在肚子里，可以，你可以先放在肚子里，小心啊。翔哥，你还好吗？翔哥，你 OK 吗？100人份。啊，第一片失败了。有点像鱼浆了。觉得我们会失败，有些感觉就不对啊，对。哎，三十个哦。做不出来啊，逗啊。做不出来。错赛。想着。